咱之前，我的伙伴前去到议会内底，咱有一个党团，我来报告，给台湾之前一个机会，予咱为高雄市议会开始，来甲台湾人民讲一个优质的、知影的监督的队伍，政治能力应该安怎款扮演，应该安怎款来演出伊的好的优质的角色。所以，只我来拜托甲恳求，予咱台湾之前一道。高雄会使水气的来突破，气势全上，予咱高雄市的议会为基层内底开始有新生的政治的可能，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巩固，嘛会使大步的向前一步。大家好，我是台湾民主风扇企业事业邱显玲第一整理，我是风扇客家社会，身为凤山客家年轻世代，我想要把客家文化传承下去，我带着更好的李宇珍回来了，希望可以为客家、为凤山、为高雄、为台湾和台湾基进尽一份心力。我在大寮的福音学成我的护理专业之后，到了高雄荣总服务了9年，在这个临床中打滚了多年，回头看看这个大寮，孕育我护理专业的，甚至是孕育出许多临床上优秀护理人员的大寮，它的医疗资源相对的不足。再看看林园，他为高雄、为台湾承担了多少的经济重担，但却牺牲了许多居民的健康，这是我身为护理人员感到非常心疼的。我认为创新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脉络，基金湖山岩城是一个相当具有历史背景的区域，我也希望用更深化在地选民与社区的连结，来创造这个更好的土地。有许多长辈告诉我，他们的儿子女儿都要到外地讨生活。今天想对你们说，未来请继续把我当成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媳妇，让我们一起把高雄打造成一个让年轻人愿意回来这里成家立业、生活孕育新生命的地方。我曾经担任过行政院的参议，以及陈其迈师傅的前任顾问，那么也参与过联合国的相关会议，并且有在非洲工作的经验，是左南地区少见的包括中央地方完整的历练以及国际事务相关经验的市议员参选人。随着台积电确定投资南子，高雄即将迎来城市转型跟产业升级最关键的阶段，我相信以我的资历跟以我的经历，一定可以为左南、为高雄带来更好的发展跟更好的未来，让台湾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也成为一名飞向世界的空服员，但是在一场空难幸存之后，我待在台湾停止了飞行，然后结婚生子，我成为了一名母亲。在有了小孩之后，我看世界的角度完全不一样，我也对未来人生有了更多更多的想象。这些际遇让我兴起了回高雄的念头，我想奉献我余生的时间为台湾、为更好的高雄努力打拼。三民区一直都是一个我安身立命的家，我一直在想说三民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们可能没有旧城有丰富的这个观光文化财，我们可能也没有台积电，我们甚至可能也没有很多的这个高雄啊长期以来的这些比较大型的工业，但是呢三民区是什么地方？三民区就是大家的家，也是我的家。我希望能够亲手透过参选的方式，透过进入地方议会的方式，来让这个家更好，从地方开始为我们台湾的政治打下新的格局，开启新的局面。更好的经济，更好的高雄。